注意看，当英国天才选手杰克拉夫尔连续五轮在比赛中轰出高分后，场下的英国观众都快高兴得疯了，因为凭借杰克开挂一样的表现，英国队竟然连续五轮力压中国队排名第一。突如其来的惊喜让他们觉得属于英国跳水队的王朝就要来临。就在他们幻想着以什么姿势登台领奖之时，接下来比赛的发展却超乎了所有人的预料。最后登场的中国选手谢思义在全世界观众的注视下，竟用一招无敌风火轮完成了惊天大逆转，用绝对实力告诉世人什么才是真正的王者。这是2019年国际泳联世锦赛男子三米板的决赛现场，本场比赛的参赛选手每一个都有不小的来头，其中有三名奥运冠军和四名世界冠军，每一个国家每一位选手都想借此机会来冲击金牌。当然我们中国跳水梦之队也不会怠慢，本次也派出两位实力选手，他们是来自湖南的选手曹源和来自广东的选手谢思义。虽然两位中国选手在预赛就拿到第一名和第二名的成绩，实力毋庸置疑，但此次参赛的外国跳水队状态同样非常出色，都想打败中国队拿到这枚宝贵的金牌，从此扬名天下。看来今天一场恶战是在所难免了，两位中国选手将如何化解这次金牌危机呢？废话不多说，大家搬好自己的小板凳，准备好啤酒、花生、瓜子、饮料，让我们一起进入这场刺激的金牌争夺战。首先登场的是主场作战的斯密达选手，第一跳选择5154B， 难度系数 3.4。 斯密达选手在父老乡亲的加油助威下信心满满的出发，第一跳就展现了不错的状态，成功拿到了 81.60 分，看来是家乡的泡菜很合胃口了。随后是美国气氛组的第一跳，选择 205B， 难度系数 3.0。这跳难度比较低，美国气氛组这一次不再搞气氛，派出实力选手大卫布迪亚前来参战，而大卫布迪亚也没有掉链子，第一跳就展现其扎实的基本功，拿到了 73.50 分。英国选手的第一跳选择 5154B， 难度系数 3.4。 太棒了，英国选手杰克拉夫尔不愧是中国队今日夺冠的最大绊脚石，他今天的状态非常的兴奋，起跳高度充分，入水也非常丝滑，第一跳就拿到了 88.40 的高分。我们看中国队的回应，中国选手曹源的第一跳选择 407C， 难度系数 3.4。 虽然在入水时有点瑕疵，但曹源的空中动作还是完成的非常不错的，稳稳的拿到了 81.60 分。中国选手谢思义的第一跳选择 5154B， 难度系数 3.4。看来两位中国选手都没有进入比赛的状态，谢思义也是在入水时有点失误，最后得到了 81.60 分。第一轮杰克拉夫尔一枝独秀排名第一，两位中国选手紧跟其后排在第二位。进入第二轮，斯密达选手的第二跳选择 407C， 难度系数 3.4。 泡菜吃多的斯密达选手兴奋的有些过头了，第二跳果不其然出现了失误，最后只得到了 76.50 分。美国气氛组的第二跳选择 107B， 难度系数 3.1。大卫布迪亚不愧是世界冠军，经验丰富的他逐渐加大动作难度，这一跳又是稳稳的拿到了 79.05 分。英国选手的第二跳选择 307C， 难度系数 3.5。 好厉害，杰克拉夫尔神奇的表现让我们中国解说都连连称赞，这高难度一跳帮助他再次拿到了 89.25 分，看起来侵略性十足。我们看中国选手曹源的第二跳选择 5337D， 难度系数 3.5。漂亮漂亮，干得漂亮。曹源也逐渐进入了比赛的节奏，同样用难度系数 3.5 的动作回应了英国队，裁判直接给了 92.75 分。中国选手谢思义的第二跳选择 5353B， 难度系数 3.3。 这边谢思义的身体还是有点紧张，没能彻底放开，不过没关系，咱们细水长流，先拿个 84.15 分保持着悬念。这一轮曹源追回了一点分差，仅仅落后英国队三分之多，比赛真是激烈啊。我们来看第三轮的对决，斯密达选手的第三跳选择 109C， 难度系数 3.8。 很难得，主场作战的斯密达选手今天也是彻底打开了自己，这高难度一跳成功拿下，如愿的拿到了 91.20 分，不错不错。美国气氛组的第三跳选择 5154B， 难度系数 3.4。 不得不说美国气氛组的空中造型确实凹得不错，就是这个入水差点意思，最后拿到了 76.50 分。英国选手的第三跳选择 407C， 难度系数 3.4。 英国选手杰克是越跳越有自信，这一跳再拿 88.40 分，这也就意味着中国队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我们看曹源的第三跳选择 307C， 难度系数 3.5。
咬住了。跑的没有问题，关键时刻曹源没有掉链子，稳定的拿到了84.00分。中国选手谢思义的第三条，选择207C 难度系数 3.6。好的，漂亮！哇塞哇塞，太哇塞了！沉闷许久的谢思义终于迎来了爆发，这一跳完成的如德芙一般丝滑，一气呵成的拿到了97.20分。眨眼之间，谢思义已经将总分追赶了上来，仅仅落后英国队三分之差。眼见领先的优势被中国队慢慢追回，求胜心切的英国队必将发起新一轮的攻击。我们来看第四轮思密达选手的第四条，选择307C 难度系数 3.5。 哇，我说什么来着，兴奋是好事，但是兴奋过头可是容易出事的。思密达选手的这一记平板拍最终只拿到了47.25分，小伙子要淡定了。美国七分组的第四条，选择407C 难度系数 3.4。美国气氛组这边也难逃炸鱼的宿命，这一跳小炸一下活跃一下气氛，裁判果断奖励66.30分。英国选手的第四条，选择 5156B 难度系数 3.9。 哇，太漂亮了，我勒个去，杰克拉夫尔的这一跳绝对用尽了他毕生所学，用难度系数 3.9 的动作直接轰出了105.30的超级高分。此时巨大的压力向着中国队袭来，我们看中国选手曹源的回应。第四跳选择 207C 难度系数 3.6。漂亮漂亮，随着曹源稳稳的入水，所有中国观众都松了一口气。曹源的第四跳顶住了压力，拿到了95.40分。中国选手谢思义的第四跳，选择307C 难度系数 3.5。 谢思义、谢思义同样没有泄气，延续了上一轮的状态，用89.25分为中国队添柴加薪。不过第四轮结束，英国队的优势越来越明显，此时中国队必须要有人站出来才能获胜。我们来看关键的第五轮思密达选手的第五跳。哦，还是不错。思密达选手找回了初恋的感觉，重新拿到了82.80分，美国七分组的第五跳。最后也拿到了78.75分，英国选手的第五跳，选择109C 难度系数 3.8。 一看这个起跳就有了。杰克拉夫尔乘胜追击，再度用高难度动作拿到了102.60分，将中国队逼到了悬崖边上。我们看中国选手曹源的第五跳，选择5154B 难度系数 3.4。 高压之下，曹源出现了致命失误，这一跳的水花没有压住，只拿到了74.80分。现在所有的希望都落到了谢思义的身上，他的第五跳选择 407B 难度系数 3.7。好的，真是不幸中的万幸，谢思义的这一跳还算是比较稳当，不错的拿到了90.65分，只是这根本不足以弥补我们落后的分数。此时还剩最后一跳，英国队足足有30分的领先优势，如此大好的局势让他们认为金牌已经是唾手可得，只是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接下来他们将经历这辈子最难熬的几分钟，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马上进入最后的决战，思密达选手的最后一跳。不错，思密达队迎来他们难得的高光时刻，用高难度动作拿到了99.45分，美国七分组的最后一跳。美国气氛组也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拿到了84.00分。英国选手杰克的最后一跳，选择207C 难度系数 3.6。 此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一只脚已经站上领奖台的杰克拉夫尔竟然出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失误，这一跳直接把所有人都炸懵了，难道是体验卡已经到期了吗？没有意外，英国队这炸裂的一跳只拿到了30.60分，并且送给了中国队天大的一个机会。我们看中国选手曹源的最后一跳，选择109C 难度系数 3.8。 曹源跳76分就可以锁定金牌。好的，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非常的 nice。 曹源没有浪费这次机会，稳稳的拿到了89.30分，将英国队刚刚捂热的金牌抢回了中国队的手中，气得杰克拉夫尔只能捶墙泄愤。不过先别着急生气，因为我们中国队还有一名选手还未上场，中国选手谢思义的最后一跳，选择 109C 难度系数 3.8。 好的，谢思义卫冕成功，实在是太他喵的哇塞了。最后时刻谢思义也直接摊牌，用一招无敌风火轮绝杀了比赛。而当裁判打出 102.60 的高分后，现场顿时一片惊呼，刚刚还想着夺冠的英国队现在连银牌都没了。谢思义用实力告诉了所有人，真正的王者不仅要有顶尖的技术，更要有一颗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大心脏。最后谢思义和曹源成功包揽了本场比赛的金银牌，为中国跳水梦之队再添辉煌。好了，视频的最后让我们全体起立，一起为两位中国选手鼓掌点赞。
我们中华儿女就是硬气。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